离开这里，去后面的山洞避一下。一个一个来，看见小孩。看看你们这些天神干的好事了，整个天宇山都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。最重要的是大家安全。我最看不惯你们天神这副自以为是的嘴脸，永远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。阿修罗可不是好惹的，你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吗？娘亲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，谢谢。这里很危险，赶紧先带小孩离开吧。好，快走。这家伙，很抱歉，这场战争连累了无辜的龙族，我是代表天神来承担你们的责骂的。啊！但神有自己的使命，那就是守护世间正道。很多事情，我也只能尽力而为。这话听着，我气顺了一些。你跟别的天神不一样。看到你们已经做好应对，我就放心了。龙王，这场战争我不得不参与，就先告辞了。喂，大家自觉一点，赶紧撤退。我下山看看，马上就回来。血肉应饶这块土地，在你们的尸骸上建立属于我的王城。